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人行噶，我係澤 Sir Carry。今日我哋要講乜嘢產品呢？我哋就講亞視啦。唔好以為我抽水喎，而係關於早期亞視閉台嘅時候咧，有一類型嘅電視咧，因為頻道啊突然間中斷咗，佢自動再調頻嘅時候咧，變咗部機輕機啊，撳幾多撳唔著啊，或者變咗藍畫面啊，就係呢一部創維啦。所以我特登咧攞一部翻嚟。買的買一部回來試給大家看看究竟它是否真的這樣樣。好，安全起見，保護措施，鋒利戒刀一把，開它。裡面有正常電源線，這裡有一塊這樣的腳座來的，應該腳有得一隻就應該有兩隻，沒錯，兩隻的放在一邊，跟著上面有一個很厚的發泡膠，這個步驟要小心，放它一邊。里面仲有一个是保护个荧光幕的发泡胶，我都将佢摆埋一边。仲有当然唔少得的就是你知啦，说明书。说明书遥控制，仲有啲咩喺里面呢？哦，有一包螺丝啦，同埋粒电池喺度嘅。咁我哋摆埋一边啊。个盒咧，当你拆一条带，头先嗰两条黄色嘅带嘅时候咧。它是已經分離了的，那你抽出來的時候就非常小心了，那就很安全地拿出來，跟著稱它出來，噴它在紙箱上面。跟機來的時候呢，創維也很好，它送了這個掛牆架免費的，現在很多人都掛牆，那就選擇掛牆或者坐在台面或者地下，放它在一邊。想看看部機，很薄很輕，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東西。看看有什麼插口，這裡有一個電源插口啦，跟住好啦，睇呢邊做啲咩先。呢度有個 LAN 線嘅插頭，因為 Smart TV 嘅關係咧，佢需要呢個 WiFi LAN 線插入去噶。隔離有一個 HDMI 1啦 ，HDMI 2咧，隔離就一個叫做調色端口嘅。雖然知佢係乜，但係頭先裝過下個 menu 咧，叫做 debug 嘅。debug 嘅插頭，我相信係廠方落嚟做啲調教嘢，咁我哋暫時都係冇用噶啦。跟住就 RF in 啦，跟住就係色差入啦，三色線入啦，隔離都係呢個三色線入同埋兩個 USB 入口嘅。跟住呢度一排掣都係聲音啊嗰啲嘢噶，冇乜特別嘅嘢。我發現一樣嘢咧，就係冇開關嘅，即係話通常電視咧都會有一粒開關掣喺度，咁呢部係冇嘅，所以如果真係話你愛用嘅時候咧，就最好喺呢度。掹咗呢條線佢啦，即係我有嘅時候，手指插喺後面掹咗佢，咁就安全啦。至於呢度有兩隻腳，不如我就而家揾啲時間教埋大家點裝啦。每邊兩口，兩口擺嗰邊啦，跟住呢一隻腳咧，這個要放它上去的，就要晾在紙皮盒上，現在沒有晾起，我數不夠硬整。 Anyway， 其實很簡單，只要這裡放進去，將兩個螺絲上下去就可以坐在這裡。假如你不需要的時候也可以選擇掛牆。至於這部機有什麼 function 的時候，等我一間裝起了的時候再試給大家看看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就講下呢個電視嘅一啲 function 啦。咁啊，好簡單嘅啫，其實都係嚟嚟去嗰扎嘢啦。圖像設置啦、聲音設置、系統設置啊、網路設置啊、升級信號源咁樣樣。嗱，網路設置咧，因為呢部係一個 smart TV 嚟嘅，咁但係因為佢唔係一部電腦啊，始終咁，所以佢上網啊 run 出撈出嚟嘅時候咧，相當慢啊，咁可以當佢啊冇用啦。至於聲音設置咧，有少少特別嘅，不過一陣間我再播俾大家睇下。你都見到啦，我而家係駁咗我手提電腦噶，咁啊見到我麥頭啦，顏色上面有少少古怪嘅，相對喺個 mon 嗰度，但係算相當之 sharp 嘅，我播俾大家睇下。咁頭先我所講嘅聲音模式有啲咩特別呢？就係呢樣嘢啦。首先教聲音模式，跟住咧有呢個單獨聽嘅，單獨聽係咩咧？今日去睇下，唔係講緊開光常喎，單獨聽嘅意思咧就係、個畫面會熄咗嘅，即係話如果你聽新聞想睇新聞嘅時候，但又唔需要個電視著咗個畫面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熄咗佢，跟住只要撳一撳佢，咁佢出翻嚟噶啦。咁啊，當然咁樣就會慳電好多啦。咁另外有一個我發現係好好用嘅咩，就係講緊呢一樣啦，就係入佢個主頁，先入佢主頁。哇，好慢，冇錯啦。
佢有一扎嘢俾你揀嘅，瀏覽器啊，頭先所講，因為佢上網嘅關係咧，所以都可以當佢冇到啊。因為咧，我的應用啊就入去，係乜嘢嘢嚟咧？嗱，啲畫面又要 load 啊！呢個咧真係講緊係個電視裏邊嘅 function 軟件啦。好啦，呢扎嘢唔需要理佢，我哋要睇嘅就係 SkyShare。SkyShare 係咩嚟㗎？撳佢先。就係講緊啊，可以同你嘅電話聯繫。如果你的電話咧係我呢部係三叔嘅 Note 5啊，好，首先入咗去，跟住喺呢扎嘢裏邊咧，你會見到有一個叫做 Smart View 嘅嘢嘅，點一點佢，佢兩個畫面咧就會開始聯繫啦。好簡單嘅就係兩個掣，首先電視撳咗，個電話撳一撳 Smart View 就會對應到噶啦。正如我呢個黎天王嘅演唱會咧。好，打橫佢，你就會見到噶啦。好，睇下佢嘅效果點先。好啦，你見咧，其實咧個 delay 咧好少嘅，即係我即刻撳嘅時候，佢即刻會反應到啊。同埋畫面咧都相當之清嘅。你記住，而家我係嗱，你睇下呢度咧相當清嘅。後述先，係啦。我而家呢個畫面咧，記住係上網電話嘅 YouTube 嘅質素再傳上呢度啊，咁所以咧唔會話你講緊睇緊藍光咁清啊，但係啲相當之唔錯嘅。Delay 方面我再大俾多少少大家睇下。相當之唔錯咁，所以你話如果你有時唔想喺張牀度望住個手機，而想喺個電視度睇咧，係可以嘅，係可以接受嘅。咁今日介紹嘅嘢咧係咁多啦。咁喜唔喜歡咧就大家自己去衡量啦。如果真係需要試嘅話，或者睇嘅話，可以去到呢個亞皮街自己揾嘅。咁就睇完頭先嘅實驗啦。不過我知道大家都係最關心呢一樣啦。價錢係幾多咧？我攝影師咧就估大概萬幾蚊嘅。查實咧，我就喺呢間鴨寮街嘅第一遠東科技有限公司度買嘅，價錢係4480蚊。咁就抵唔抵就見仁見智啦。我預備開餐。大家如果喜歡或者想睇多啲電視啊其他科技嘅話咧，記住咩啊？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俾個 like 我哋啦。